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。你看一看这里。这个房间在电梯旁边，不安静。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电梯吧。这我们可以说电梯，跟我读，电梯，电梯。我们可以说这是楼梯，楼梯。动词是什么？你说一说。坐电梯。这是坐电梯，这个呢，我们说走楼梯，走楼梯。好的，你看一看卡罗琳，卡罗琳怎么去房间？她坐电梯去，这是电梯。好，我们看一看她。找什么？他在电梯里找什么？找到了吗？好，他在电梯里找手机，他找到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单词。噪声，噪声。你听一听，什么是噪声？好的，这就是噪声。你看一看，这些是噪声。我们看一看它，外面有噪声，它不能睡觉了。外面有噪声，它不能睡觉了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学校。学校附近不可以有很大的噪声。你看一看，学校附近不可以有很大的噪声。